我没听清见啊。我说姐，咱过来跟你说说，然后买两点草莓。看看外甥女早早买好水果。嗯。这就是啥呀亲？这是果蔬机，我给俺画了点排骨，我说黑羊给黑爷揍一个排骨。那是。啊，这这里。这个，这里个。哦，我说这玩意儿行嘞。这里边整的啥肚里？嗯，是啊，俺有俩这个仓，一个可以洗肉，一个可以洗水果，一会儿用这个洗水果。哦，那个是在桌放的。嗯，对，那个在这放的。现在这不是你看见这就是红灯，这都是充电的，然后这边是蓝灯，蓝灯家就是可以那个消毒杀菌，你听嗡嗡的，还带风干的。哦，是不是快啊？嗯。刀啊，尺，脏了这个还能拿出来，这都热乎的，你摸摸。就是。看这个。哦。还能拿出来清洗。嗯。这里头是蓝光。就是，这个挺好看。平时咱放着就快要不透气儿。哦，对。都长毛了。嗯。我说放桌吧，放桌再个黑的不是拿快了也能拿，放上面黑的够不着。哦、嗯。正好你看咱这在桌放的挺对。就是呗，嗯，那这你看唱了两秒，嗯，然后都到这了，嗯，一个就是三分钟的，一个三十分钟的，一个五十分钟的，嗯，你看按这个了，待会儿都都开始了，嗯，三十分钟烘干，然后这五十分钟是个强力模式，有标准模式，嗯，这个挺好还是，嗯。关键是今天这个放了六模式来着，放水六，放水六模式。这上面还有一层闷闷的。那是脏东西了。哦。知道了呗。咱平时咱不是洗水果啊，洗尤其是菜花、草莓不是？嗯，对。把这个拿来，拿来上这个泡泡。这个拿来的。这是带电的模式吧？模式直接拿来的。挺好啊！那来，你看人家这开关，看来草莓压坏了。嘿、啊、嘿，这么好的。你看这个这是闷闷，它清洗好了，你看它这个自动都关了，看灯不亮了呗。嗯。关了，过来拿出来吧，洗一下。嗯。你看这一口都抠开了，抠开然后一冲。稍等会儿，这个都着了，这东西都高级，都先清洗开了。嗯，吃吧。你黑要那啥，留点叫黑要。我是吃吧。我也吃。这个不能放。能黑羊了叫黑要。那盆里还有几个嘞？没洗了。你大姐夫给你打电话说啥？哦，你看，忘了洗一个水果。我还在这，你还在等我听一下。大姨夫打电话说，俺姨夫去校了，不收学费。啊？那不能。然后，还有一个是说啥？嗯、他说，就是辛苦。嗯。就是问俺姨夫，就是能不能吃了这种苦？嗯。保持心血来潮，就是想好了再干，干了就不叫半途而废，就只坚持下去。嗯、因为人家那个牙签肉，还有那个鸡柳。还有那个脊索骨、嗯、都是自己用刀手工切的，都是手工切的、嗯、然后是当天腌制当天买、嗯、能吃了这个苦都摘，再一个说你啥时候去都摘，再一个你说自己也是不掏消费，那不能在多少地给家的人那不能那啥，不掏消费那都不起来的，都你俩当着你俩商量吧、嗯、我反正人家这个活人家说就要给你说的啊，在这楼房里反正给你考虑考虑，把都考虑到的。那我得跟衣服再商量商量。刚决定干的又商量商量。不是，关键是你说那个你不能在楼房，那不能给我弄个那都是啊，我感觉那个。你想吧，你货品种多了，你肯定是都得备货啊、嗯、你厨房恁这那个厨房吧比俺厨房稍大点，那厨房能戳腾开啊。肯定戳腾不开，都得单独弄一个屋，专门在这里弄那个，嗯、是呗？嗯、你想吧，这厨房肯定戳腾不开。嗯。
嗯，但是回去问问。考虑考虑吧，那衣服商量商量。对，咱要正直天，把那所有的方面都得把考虑周全掉。对，回去跟衣服商量一下。还有这没想到的，你也敢想想。哦，这。嗯。我也是想不到，也是大姐夫给我打电话，就说各种情况。人家是也是为咱好，把各种情况都给咱说掉，是呗？嗯。省个到时候了，哎，咱遇到这个是来那个是来的。哎，对，就是。是呗？人家反正把各种情况说了，咱根据咱的条件，咱能干了，咱能消了，咱去消一个的，是呗？嗯。